今天的第一位告白嘉宾是一位26岁的温州富二代，他带着1000万现金来到现场，要向追求了3年的女孩告白。这个神秘的女孩会来到现场接受黄海滨特殊的告白吗？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嘉宾好，主持人好，我叫黄海滨，今年26周岁，来自浙江温州。今天我带着一份承诺向一个女孩子告白，谢谢。箱子交给我吧。哎，好。这里面是什么？这里面都是钱。什么？这里有1000万现金，其中一部分，还有一些是在后台。哇、我今天不是过来炫富的。其实说句实在话，你的长相很朴实，我一点都不觉得他长相是来炫富的，但是他的这个都像是来炫富的。哦，有点张扬啊，小子。你来自浙江温州，我来自浙江杭州。主持人，你能帮我验证一下是不是真的钱？真的。嗯，看一下。那你打开吧。虽然咱也见过这么多钱，但是在舞台上第一次。是我见证了，是一部分。我希望他今天能来，我想好，我有好多话要告诉他，我今天终于做到了，能不能答应我在一起？那你赚了1000万，你直接提着这1000万就向他告白就可以了，到我们这儿来干嘛？嗯，我也想过之前，而且你到这儿来很有风险，大家会认为你是炫富啊。因为我想过很多方式，跟他当面告白是一种，但是我觉得不够正式。我知道完美告白是一个很正式而且很真实的一个节目，我选择他就是想给他一个正式的最隆重的一个告白。我要告诉他我已经做到了，我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玩物丧志那个小伙子了。说给我们听一下，你怎么认识他的？3年前一次机会上碰到一个女孩子，她呢长得特别文静，我对她特别好感。你知道她每次见到我都怎么说的吗？她见面的时候她说，嘿，死胖子，小短腿，小短腿儿，死胖子。对，吃饭了没有啊？他虽然这话有点带那种有点羞辱，但是我觉得特别幸福，特别多贱。后来发现他性格大大咧咧的，我就想追他，然后追了好久好久，一直都是被拒绝的。你怎么向他发起攻势的呢？比如他要喜欢包的话，我会买包给他，反正喜欢什么就买什么。这个女生是什么反应？她都回绝了，都回绝，一个都没有。我挺意外的，就不知道怎么追她。对，有一天她烦了，她说，你有什么本事的？你什么都靠家里，你有本事的话就自己去挣钱养家，那你去挣1000万过来吧，当你挣到1000万的时候再过来，看我能不能答应你。当时我就站在她家门口好久好久，我感觉他应该对我有好感，就是不答应。后来我想了，我得改变我自己，我要振作起来，我一定要挣够这1000万。假如没到1000万，我绝对不会来找他。我一直在想的，会不会他是不喜欢你，再给你一个这样的男孩，不想让你就婉转的拒绝你。我觉得很简单，金钱买不来爱情。你认为这女孩是冲着钱吗？我觉得应该不是，只是对她一种考验。就算有再多的考验，我也会扛过去。因为当初呢，这个2年前说的这番话呢，已经是拒绝了，只是找一个很好的、不会伤他心的话再拒绝他，给他一个跨不过的那个坎。没有想到这个坎他竟然跨过了，我觉得那个女孩还会再设另外一个坎。希望你的女朋友不像他那么狠。我觉得他想让我挣这1000万，不是因为这钱，他是想让我改变。想让我成为一个担当的、有负责任的男人。那你以前不担当？我以前说实话，家里条件还可以，就是游手好闲的，就不务正业。你以前怎么不务正业了？我就想听不务正业的事儿。我觉得钱来的好容易，就是父母，我假如这个一个月没钱了，他们就给我。后来养成了一个习惯，就每到这个时刻，我不用跟家里要钱，自然就卡里有钱了。